世代神要兴起复兴的军队，不单止自己得胜，自己不被魔鬼控制，我们要从人将人从魔鬼的手中抢出来。哈利路亚，主耶稣多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多谢耶稣，多谢天父，多谢耶稣的大恩，多谢耶稣的大恩。主啊，神你是大能的，神你是大能的，神赞你好，神赞你好，神赞你好，你对我真好。首先我们在神面前呢轻轻松松，神赞你好，神赞美好，神赞美好，你对我真好，神啊你真美好，神啊你真美好，神你是全能的神，全能的王，全能的主宰，神是充满恩典充满能力的，神一定保护我们脱离魔鬼的手。Hallelujah, Hallelujah, Hallelujah, 主啊，你是得胜的，耶稣是得胜的，耶稣是得胜的，主得胜的王，我们靠着耶稣必然得胜。我们想想有什么地方我们的生命被魔鬼影响着的，有些什么地方魔鬼一直尝试拥有我们的生命去影响我们的，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就悔改，神啊你赦免我们，神啊赦免我们，我们有软弱的地方，神啊你求你赦免我们，求你洁净我们，我们愿意靠耶稣，我们愿意靠耶稣，耶稣就欢喜的，我们愿意靠耶稣，我们可以得胜的，我们愿意靠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靠着耶稣圣名，靠着耶稣圣名，我们必能得胜，靠着耶稣圣名，靠着耶稣圣名，我们必能得胜，谁能数尽神的作为，谁能数尽他的爱，靠着耶稣宝贝圣名，我们必能得胜。哈利路亚，多谢耶稣，多谢耶稣，多谢耶稣，我们一定得胜的。主耶稣，求你在这个阵帮我们有一些意念从你而来的，我们今天讲了怎样一步步得胜，在这一阵你只是反思一下你的生命之中有哪样东西魔鬼现在尝试去影响着你的，可能影响我们的思想模式，影响我们的情绪。如果你说我有很多东西影响我，你是神啊，我就处理一样一样先，哪一样东西你今天你不要，有时未必找最大一样，你找一样你今天你可以得胜，就算人怎样逼迫我们，起码一样得胜，我们可以亲近神有力量，雖然我們可能未必立刻處理到他的說話，但我第一件事學處理的就是我裡面親近神的，你試試在他心中看看有哪樣東西你想得勝的，在這陣你跟耶穌說，主耶穌你幫我賜給我一些意念，我怎樣在這件事上得勝，我怎樣一步一步得勝，我怎樣靠著耶穌一步一步得勝。主啊，
稣赐给我的意念，并且你的心坚决，神啊，我愿意，耶稣，我愿意，恳求圣灵充满我心，恳求圣灵来到带领我，恳求圣灵充满我心，恳求圣灵释放我，释放我。就是一步步開始的，在這陣你懇求聖靈的改變，並且你不要給自己一個很難擔的擔子，你給自己一個就是我進步就可以了，我進步就可以了，我一些少進步就可以了，你就懇求神在這一樣東西上你得勝，懇求聖靈充滿我心，懇求圣灵释放我，恳求圣灵拥抱我心，恳求圣灵改变我，恳求圣灵充满記住在祈禱的狀況，在這一陣我想問大家，在這裡有沒有一個人在剛才禱告的時候你覺得有力量去面對一個你覺得本來覺得困難的事？如果你有的，你可不可以舉手，我想你分享鼓勵其他人，譬如一件事你覺得困難的，但在這一陣祈禱你覺得有力量，我可以面對這個困難，我可以處理這個問題，我可以在這件事上得勝，或者我願意怎樣做法，當你有這個意念的時候，我鼓勵你出來分享，這個就是得勝。這個什麼得勝呢？勇氣的得勝，分享的得勝。有沒有人願意的？請你舉手來到前面，有誰願意的你就舉手來到前面，你就去分享，無論哪一件事，我希望大家有勇氣有膽量，不要問人自己，不要問人自己，因為這個一定是內發發自內心的。其實呢，我以往我小的時候中學時期我打球呢，是令到我有這種奮鬥的心，那時候我們打球試過三盤兩勝，我輸一盤，跟著第二盤已經是輸緊，但我會追回然後贏回了，就是因為在打球的時候我們操練了這種堅決的心，幾辛苦幾辛苦都打下去，拼搏下去。那我信主，我經歷神之後，我就真的有信心，你幾困難都好，我都拼搏下去，一定得的。